你们对得起。外蒙导演吗？稍微有点松弛感了呀。哎呀，我想，我说这样录一天也不累。是啊，你啥也没干，你是累啥呀？挺那啥的。你就吃了个饭，完了坐车到这儿了，完了你就在这一躺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我是跟你在这耗不了一点了。嗯，妈，哎呀妈，哎呀妈呀，你这走吧，八损。走吧。有损可挖，有损可挖。是，他就好像让你从这儿上。来吧。这坡没法上。我这小皮鞋都上了，你俩应该上。你这样，我给你照相得了。对，在这儿。假、哎。走。哎哎，整错了，主角整错了。哎，竹林有损可挖。这没损，没看见。关键我现在下是个问题啊！你这块你能咋下呀？轱辘下去了，不是那么好下。那还不你不穿呢？真是英伦绅士！挺滑稽的，反正没有损。骑自行车吧，骑自行车吧，来吧。啊，走，快快快乐，走了，留点那个快乐画面，哈哈，就像没骑过自行车一样，你第一次骑自行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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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这种快乐，那种惬意，惬太惬意了，这种快乐。那种惬意，太惬意了。妈呀，越往前走越泥泞。我天，你这都崩一身。真假的？崩我一身？后屁股长就都崩上了。太优雅了，太儒雅了。真的行吗？这回妈还不你不穿呢，还不美观了。咱就按这圈骑呗。行呗，感受一下周边的环境。太惬意了，太惬意了。这以后就是咱每天早上锻炼的地方。行，巡逻咱搁这儿巡逻。这个就是什么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就是 A， 不是 ATV 山地 ATV， 山地 ATV， 太惬意了，山地 ATV， 太好玩了。人家当家种的是什么呀？水稻吗？只能是水稻了。去哪儿看看？走呗。你走吧。我愿活成你的愿。那公园在哪儿？那公园应该就在……咋导航了吗？咱就是。准备出发。
家家都种啊，种地啊，对，无非是自给自足，补点蔬菜。我爸一直种到前年，但其实大部分也是要出去买呗，对吧？他种的反正可能单一一点，但量特别大，还有个豆角啥的，种黄瓜。还有七分钟呢，你倒的是对吗？对啊，我的宝啊，咋了 baby？ 爱盲温馨提示，他们倒错了目的地，如果想前往米水国家湿地公园享受草原风光，需导航米水国家湿地公园石羊花海。对，没问题。哇，感觉咱们就已经看完了。它还是有好几个湿地公园啊。那麒麟岛的肯定是比较知名的，比较知名的了。相信我啊。到了，哥哥，就停呗。就是这地儿。这是湿地公园吗？这。不能就是这儿吧？哎，这是湿地公园吗？他是不是得走啊？不能光是这儿吧？肯定不能。走吧，走吧，朋友们，相信我啊。前面是人正经的公园。行，咱感受一下吧。这真是，相信我啊。哎，咱摆个那个米水的米。米怎么摆啊？那得，我是能摆，不，他这地这不是那什么了吗？米，这不是这是米吗？你来三点水吧，三点水很难摆啊。嗯哼，拉倒吧，有点尴尬，别糟践人了，太虎了，真是开玩笑。走吧走吧，到底哪是公园啊？随着道走。我感觉这儿是公园，它不是绿化带吗？哎，你不要拍 vlog 吗？你从那山里头把你闪出来，我给你拍一下。一二三，走。你好，那天竺上。哪是湿地啊？前面应该是湿地。你说哪是湿地公园？前面是，总得有一片区域吧？哎，宝贝儿，你好，你知道这个湿地公园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只知道这里是公园。哦，好，哎，这公园怎么走？就是往那边走，那边也是，是吗？那边往前面走，那边转弯也是。都是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谢谢你啊。真的，我一搜就这儿，走吧，就跟这儿看看得了，感觉变化不是很大。你往前走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爱？你看看去吧，来都来了，一会儿还得走，还得走回来，消食儿。这一天都快饿了，还消食儿啊？这地儿没啥意思，咱的民宿那不比这好多了。走吧走吧，还是找一个别的项目，咱这把该玩的都玩了，推荐的都玩了，回去开摩托车去。对呀，吃饭肯定咱就晚上就不吃了，那吃锅子摘菜就必然的了。我推荐你，你开车。哎呦呵，闹停，闹停，我闹停了，歇会儿吧。哎呀，